超人气团体 U.S.O.B 魅力喷发，周末在简单生活节的光舞台压轴演出。这首《我推的孩子》主题曲 Idol 全场大合唱，还不止这首。不少粉丝前一晚就来排队卡位，因为这也是 U.S.O.B 首度来台表演。此行大啖美食，他们直呼珍珠奶茶超好喝。We are so excited to meet all of you guys tonight, and this is our very first performance in Taipei.近一小时表演，十二首歌曲唱好唱满，全场嗨翻。同一天还有这位大咖惊喜现身。热狗突袭演出，提到自己先前楼下的房客爆出抄袭疑云，特别为此写了这首新歌《楼上的房东》。或许我们都是平庸的猪，这美的风景是人啊，就算这里是。坦言感谢这阵子的起起伏伏，而这回也可说是提前为耶诞节小巨蛋演唱会暖身，将再让歌迷听个过瘾。 TVBS 的新闻庄选红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